大家好，我今天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决定，就是如果我在9月19日之前突破2800订阅，我知道是不可能的，我就会送出一个盛装，大家不用去开小号什么的，真的不需要大家去宣传或者类似的，只是想感谢大家，要的事情要说很多次，真的真的真的不需要去开小号类似的。